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吧。我们可以敬拜君兮，求你圣灵宝座在这里，我们国家单单敬拜你，这是我祷告，我的呼求。我们合一敬拜群星，求你圣灵宝座在这里，我们国家单单敬拜你，耶稣在这里，不分族群。
起来祷告，求主耶稣来得着我们这里，我们拍过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愿你来得着我们这里，让我们的百姓都能够来回转归向你，因为你是爱我的主，你是怜悯的主。求你带领我们，求你拯救我们，医治我们这块土地，使我们的百姓，使我们的国家都能够来回转归向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哦，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主啊，是的，愿尊贵荣耀赞美单单的归给你。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是的，愿恩惠慈安慈爱平安归给我们的国家，归给我们的百姓，也归给全地的华人。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的，谢谢你爱我们华人，创造我们，也拯救我们。主啊，是的，在这个时刻，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要做那奇妙的工。主啊，让各地的华人都来归向你，都来敬拜你。主啊，是的，主啊，主啊，是的，唯有你能够把恩惠平安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求你来得着这地，得着这地。是的，主啊，奉耶稣的名宣告，主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百姓，单单将敬拜归给你。主啊，因为唯有你是配得的，你是独一的真神。是的，主啊，当我们屈膝合一敬拜在这里，主啊，我们欢迎你。主啊，愿你的荣耀，愿你圣灵的宝座在这块土地，在我们的国家。主啊，是的，我们需要你，我们欢迎你，你是我们的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孩子，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相信主啊，你必定赐下合一的灵，合一的看见，在我们的当中，那每一位神的儿女都与主来连接。因为在圣经上说，主啊，你是那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当我们与主连接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行。哈利路亚，求主来使用我们每一位神的百姓，要被主你亲自来兴起，让我们真的是发挥我们属灵的影响力跟感染力。我们相信我们会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所在的城市、所在的国家，甚至在全球。华人所在的每一个地方，我们相信是的，全部的百姓都要来回转归向你，求主你来使用我们。我们相信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主你的小基督。我们相信主啊，你要使用我们在这地为主来发光发热。我们相信全球的华人，是的，每一个属主的儿女都要被主你来兴起，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让全地的百姓都来归向你，都来俯伏在这位是的创始成终的主、创始成终的父的身上。感谢你，赞美你。孩子，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卫王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他靠着上帝的能力，他与上帝非常的亲近，让我们非常的羡慕。但是他也靠着上帝的能力，他治理了一个很大的国家，能够推动他的国政，让这个国家成为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那我们会问说，主啊，大卫的秘诀在哪里？他得力量的来源在哪里？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在历代志上第16章4到6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耶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示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鼓瑟弹琴，唯有亚撒敲拔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这是我们今天的圣经节。刚刚所念的这个圣经节是大卫王，他把约柜搬到耶路撒冷，放在他所搭的帐篷里面。可是我们要注意，他把他放在帐篷里面，他没有冷落他。他 做什么事呢？他派几个利未人在上帝的面前，在约柜的面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边也告诉我们有鼓瑟弹琴，那里有敲拔大发响声，有吹号，也有唱诗赞美称谢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要晓得大卫是他是一国之君，他有很大的资源，他动用全国的资源，他做一件事，他设立了一个国家里的国家级的赞美敬拜，来推动整个国家整个属灵的一个工作。
他怎么做呢？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在历代志上25章第7节，利未人和他们的弟兄荣耀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个人。在23章第5节又讲到，有4000个人守着门，又有4000人用大卫所做的乐器颂赞耶和华。在历代志上9章33节那边也告诉我们，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王他所预备的一个赞美敬拜团是一个国家级的。刚刚我们念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的唱诗班有多少人？有288人。那他分成24班，每一班就有12个人，他又有4000个人组成一个乐队啊。那这个4000个人除以12班，每一队有333个人。那他们特别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昼夜供职，就是24小时在祷告，每一个礼拜7天在祷告。这是大卫以国王的一个能力，他动用国家的资源，他所成立的一个赞美敬拜团。那他们怎么样来赞美敬拜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弟兄巴布加与乌尼照自己的班次与他们相对，这个相对就是对唱或者是起应啊。所以这个赞美敬拜团国家级的，24小时，每个礼拜7天一直在那边对唱起应，每一个小时有2班的人，有12个人加12个人加333个人，所以每一个小时有357个人在为他们的国家赞美敬拜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样的赞美敬拜团给大卫王带来很大的力量，他可以治理好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很大的帝国。然后他与主非常的亲近，因为有那么多人为这个君王来祷告，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大卫王这样子做之后，他得到什么样的祝福？第一个，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胜过四围的仇敌。圣经上记录说，他胜过非利士人、索巴人还有亚门人，然后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那么第二个祝福是什么样？他得到上帝的启示，他得到上帝的启示，他成为上帝的先知，说出启示，说出预言来。那他得到怎么样的一个启示？他能够预言弥赛亚的来临，能够预言弥赛亚的工作。在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在使徒行传4章25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的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希望的事。那这个段圣经就是在讲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大卫怎么可以得到这么重要的一个启示？因为有赞美敬拜团在他背后为他祷告。那么另外一个，在诗篇118篇第22节那边告诉我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讲到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升天，整个救赎工作的完成。那么在诗篇第69篇21节那边也告诉我们，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这个我们清楚，这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卫王可以称为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先知，把弥赛亚的工作讲出来，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国家级的赞美敬拜团在后面支持他。不仅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的工作，他还得到一个启示。在罗马书4章6节说，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那这个在行为以外可以蒙神算为义，就是因信称义。在保罗之前1000年左右，大卫王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信耶稣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靠着行为，没有人可以站立在上帝面前，唯独因信称义。那这样的一个启示是上帝所赐给他的。另外他得到一个什么启示呢？他得到一个启示，就是盖圣殿的启示，然后把这个盖圣殿的启示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王。那么在圣经里面，在历代志上28章13节，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以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怎么做，多少的尺寸，上帝都启示给大卫。那历代志上28章19节，大卫说，这些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临到大卫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摩西要盖那个会幕的时候，上帝一直讲说要按上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式。所以大卫王一样得到这样的启示，但是他所盖的是一个圣殿。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我们看到大卫王很有力量，他可以管理这个国家啊，得胜啊，四围的仇敌啊，他可以得到很大的启示，他可以把弥赛亚预言出来，他可以盖造圣殿，他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伟大的先知。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他看重这个赞美敬拜，他动用全国的力量在那边赞美敬拜上帝，祷告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今天我们个人要有能力，你要得到智慧，你要得到能力，你要得到启示，你要像大卫王一样要赞美敬拜。我们的家庭要我们的家长带着我们家人一起在那边赞美敬拜，寻求上帝，那你的家就一定会不一样。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地区，我们的城市一样，我们要聚集起来，有一个城市的祭坛在那边赞美敬拜上帝，然后我们的地区就会不一样。那我们来自的那个城市，我们牧师们常常聚在一起祷告，全城市的信徒们也有早祷，也有一个月一次的联合的祷告会，给我们城市带来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看重赞美敬拜。那我们的国家，我们要聚集成为一个国家的祭坛，把国家级的赞美敬拜摆在上帝的面前，这样上帝就会祝福我们的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被上帝使用来完成我们国家的命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祷告，第一个祷告，求主赐我们个人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做个人跟家庭的赞美敬拜，使自己及我们的家庭得到力量。好，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看见主啊，主啊，这个大卫王，他能够这样子的得到这个力量，他乃是一个国家级的赞美敬拜，每天有每一个小时都有人在那边赞美敬拜。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家里，主啊，我们可以做个人跟家庭的赞美敬拜，使我们自己和家庭得到力量。耶稣，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赦免我们一切软弱的地方，求主加添我们力量，特别祝福这些做家长更有力量，在主的面前来同心祷告。耶稣，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耶稣，耶稣，求你来，求你来，赐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每一个人早上起来早早祈求赞美敬拜。主啊，家长带着全家在那边有赞美敬拜。主啊，主啊，让我们得着力量，让我们家庭得着力量，不再一样，不再一样，是你听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你拣选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让我们领受了上帝儿女的名分。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家庭里面建立敬拜赞美祷告的祭坛，让我们的家充满敬拜赞美，让神的爱，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啊，让你的福音也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家庭，使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敬拜赞美的当中领受耶稣的爱，领受耶稣的救恩，领受耶稣的福音充满在我们的家，也让我们这样一个福音世世代代在我们的家庭直到永远。谢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是的，主啊，你喜悦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感谢主，求主来兴起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常常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来祷告。我们相信，是的，我们的个人、我们的家这样子的一个筑起祷告、敬拜、赞美祭坛的时候，我们就吸引神的同在。我们相信神啊，你就要在我们的个人、在我们所属的家庭的当中来掌王权、来居首位。感谢你，我们真的是都要来回转、来归向主你自己。感谢你，阿门。阿们。第二个祷告，我们要求主赐福我们个人，在教会里面、在城市、在地区里面、在国家里面，来赞美敬拜上帝，使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地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得着力量。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教会、在教会里面，主啊，的国家赞美敬拜上帝，主啊，在哦，主啊，主啊，把那个哦，赞美敬拜。主啊，在我们心里面，主啊，在城市里面，哦，主啊，是有高举啊，各个地方教会能够聚集在里面，我们新的祷告啊，让我们哦，主啊，我们这个城市啊，主啊，是合一的，我们这个城市是充满力量的啊，我们这个城市可以一起来赞美敬拜，也许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国家祷告啊，赦免我们的百姓一点点一点啊，我对你的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高举我们国家，常常有赞美敬拜祷告在里面。有高的祭坛，有国家的祭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恩与我们同在，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主啊，我们赞美，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主啊，你赐福给我们哦，主啊，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在教会中、在城市里面、在国家里面哦，主啊，我们筑起敬拜赞美的祭坛。是的，主啊，在这个祭坛，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要得着那个集体的权柄。哦，主啊，我们要呼求你圣灵的降临，我们要经历你的同在。是的，主，你的国要更多的彰显在这块土地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是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我们渴望那样的敬拜，在天上那样的敬拜。主啊，有24位长老，主啊是活物，还有千军天使在那里敬拜你。主啊，我们渴望，主啊，我们在地上要活着，这样敬拜如同在天上一样。主啊，主啊，是的，主啊，是全地，主啊，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国家，主啊，每一个城市，我们都要充满敬拜赞美的声音。主啊，不再是靡靡之音，不再是情欲的声音。主啊，不再是愁苦的声音，主啊，唯独把我们的声音献给你，因为唯有你配得我们这样的敬拜跟赞美。主啊，是的，主，谢谢你，你应许当我们这样全心全力尽心尽意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要赐福给我们的国家，主啊，使我们的国家得着力量。主啊，我们欢迎你来，荣耀的君王，欢迎你来。是的，我们要来做第三个祷告，求主借着我们的赞美敬拜，使我们都能够胜过我们的仇敌，并且能够得到启示，每一个人看得见神，听得见神，能够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大卫王，他能够看得见你，主啊，他能够胜过世人的仇敌，主啊，胜过卑贱的人，他胜过所有巴人，主啊，胜过亚门人，并且得到启示，弥赛亚的启示。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就是你能够拯救我们，主啊，主啊，让我们看得见你。当我们同心合意敬拜赞美的时候，主啊，天堂门要在这里敞开。主啊，天堂门要在那个地方分别为圣。神的使者可以上去下来引导我们。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你如何启示在大卫的心意里面？求你也启示在你百姓的里面。愿敬拜赞美遍满全地，遍满整个国家，遍满每条大街小巷。圣灵的荣耀宝座在全市里面。是的，愿敬拜赞美遍满大街小巷，遍满我们的国家，遍满整个华人的各地。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你是以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神。主啊，当我们敬拜我们赞美的时候，谢谢你要将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要将你的心意启示给我们。
主啊，你要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出你美好的旨意。主啊，让我们可以遵行你的旨意。主啊，谢谢你，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的国度也要降临。主啊，你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行在台湾，行在主啊这个华人各地，主啊行在全世界，如同行在天上。主啊，谢谢你，配得敬拜的主啊，我们要将所有的颂赞主啊一切的荣耀都完全的归给你。赞美耶稣，奉耶稣的名感谢。主啊，我们何等的盼望，如同大卫一样是合神心意的人。主啊，我们何等的盼望，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到很多的启示，很多的感动，能够看得见你，能够听得见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已经把那个武器赐给我们了。主啊，当我们扬声赞美敬拜你的时候，主啊，你就要与我们同在。主啊，是我们要进到上帝的同在里面，得到那个恩膏啊，来服侍这一个世代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哦，主啊，我们看见大卫是一个国王，他可以有全国的资源一起来做这个赞美敬拜的工作。主啊，我们身为我们一个家长，我们要召聚我们的全家一起来赞美敬拜你，让我们的家不一样。主啊，是的，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都有所属的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来赞美敬拜你，让这个教会在地如同在天一样，大得能力传扬福音。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把这个地区，把这个城市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呼召你的仆人使你们，主啊，你呼召你的百姓们聚在一起同心祷告，让这个城市不再一样，让这个城市天为我们开了。主啊，圣灵大大浇灌在我们的当中。是的，主啊，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啊，通过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祷告，如同大卫王一样，这个国家要成为你使用的一个器皿，叫许许多多的列国得到祝福，还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今天把你的启示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用赞美敬拜欢迎你的来到，欢迎你的同在。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